你慢慢的理得多了就好了。今天休息，今天休息。人家那个徒弟，是忻州的，回家过8月15去了。他今天回去了，明天他上来，我也今天休息一天算了，我也不想出去了，休息一天了。行了，过来当保安，行了。没有回，没有回，没有回，远，不想跑了，没有回。哼哼哼。变6块了，5块不想干了，5块不想干了，所以就变6块了，5块不想干了。25，20，25，我理呀，我都会理发，他还去哪里去了？他要啥我给他理不了，他还去哪里了？山西太原。还能生孩子不？染发现在呀，马路上染发25，再生一个，啊，不生了，都很满意了，还生那么多干啥嘞？生下你给出钱呀？啊，你给出钱了不？那生下得花钱了，我倒是能生，你给掏钱不？你给掏钱了，我再生下他2、3个无所谓，你掏钱不？你掏钱，你出钱，我再生他3个、5个、6个、7个都能行。今天休息，今天不出去了。20万也不够，奖励我200万还差不多。奖励我200万，我再生一个。奖励我200万了，我就再生一个。红烧燕面，就是，快算了吧，就是养不起，快算了吧，哎呀，心烦了，够心烦了，这也够心烦了，一天要这要那的，哎呀，一天上个学还要的东西挺多的，还不够心烦了，唉。
睡不着别睡，睡不着别睡，睡不着就醒的。顶尖啥了，有儿有女的人多的是，现在走出去有儿有女的人多的是，你没有你看见别人有了，你觉得呀别人有了，你出去看看去，人多的是。哦，反正我两个够了，反正我两个是正好，也够了，也正好。谢谢蒸蒸日上，谢谢。红枫之野，谢谢。山西人心态好，你是哪里人呀？我挺年轻，你挺年轻，你年轻你多大了？你多大了？你挺年轻，你挺年轻，你想干啥了？我又没问你年不年轻。心态更好，哎呀，有啥好不好的，也不都差不多，哎，就那么回事儿。这一晚上的事儿倒好了，后边的事儿还多的趴呢。哎，一晚上的事儿，你会说的好了。江河湖海什么意思呀？这是今天休息，零时，零时是前边的零时，不是后边的离时。田生木叶，中秋节快乐，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什么线是？晚上，中午，晚上也许在自己家吃点儿，继续。好的，成熟国度，好的，好的，今天休息。王家大院在临时，在临时县的晋升镇。我在山西太原，我在山西太原，
吃了呀，吃饺子了呀。吃饺子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。嗯，哎。